叫山东法，来自山东临沂，就职于志同道合肥业人力资源部。志同道合，梦想起航的地方，我在这里等你。我来自山东寿邦志同道合肥业有限公司，我的名字叫徐秀水，目前就职于公司的销售部。颗粒手工肥巧克力是我们的品牌，巧克力狼队一如既往砥砺奋进，我们一直坚守公司的核心价值观：团队、激情、创新，用实际行动诠释我们的核心使命，让志同道合人致富。巧克力狼队加油！我叫周世杰，来自山东寿光，是巧克力销售部的一名战狼。不论刮风下雨，不论是白天黑夜，只要您需要，我就一定会赶到。我叫贾林，来自山东聊城，目前就职于巧克力销售部，是一名销售战狼。巧克力一定会给你带来财富，请相信我，相信巧克力。我是马思维，我来自山东寿光，我是巧克力销售部的战狼。只要您需要巧克力，需要我，我会全身心的为您服务。我叫王乐琪，我来自山东寿光，我是寿光市志同道合肥业有限公司销售部的一名战狼。你的需要就是我的工作，你的笑容就是对我最大的认可。我叫张学晨，来自山东青州，我是志同道合销售部的一名战狼。相信我，为了你致富的喜悦而努力。我叫宋旭贵，我来自山东寿光，我是志同道合销售部的一名战狼。只要您需要巧克力，就是我为您服务的开始。我是王娟，来自寿光，是志同道合销售部的一员。别看我是女孩子，我巾帼不让须眉。我是李振，我来自山东寿光，我现在任职于志同道合销售部狼之队的一员，我的双肩时刻为您扛巧克力而准备着。我是赵海强，来自美丽的山东寿光，现在任职于志同道合销售部，愿意用最饱满的热情让更多老百姓用上巧克力。我叫孙春强，来自美丽的山东寿光，是销售部狼之队的一员，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将致力于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巧克力的喜悦而奋斗。我是吴孝伟，我来自美丽的山东寿光，我现任职于志同道合销售部，为了让志同道合人早日致富，让越来越多的种植户用上巧克力，我会努力奋斗着。我叫于新杰，来自于美丽的山东寿光，现就职于志同道合销售部，只要你有需要，我的手机24小时为您开机。我叫马永春，我来自美丽的山东寿光，我是销售部一员，我有信心让乔丽的喜悦一直传递下去。我叫张小光，来自山东昌乐，现在任职于销售部，作为巧克力战狼，我要用我高昂的激情服务客户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，中国的巧克力，世界的 Cocoly。 我是刘先锋，来自济南市济阳县，现在就职于寿光市志同道合肥业，主抓业务是分公司管理。我相信在分公司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下，会让更多的巧克力用户得到巧克力的喜悦。我叫董文强，我来自山东寿光，我是志同道合肥业分公司的一员，我的梦想是让巧克力的喜悦洒满大地。我叫陈鹏，来自山东寿光，我是志同道合分公司中的一员，没有执行力，一切都是空谈，我会让你看到我的行动。我是高继发，来自于山东寿光，就职于志同道合分公司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跟巧克力与你同行。我是李丽娟，来自山东寿光，现在就职于志同道合国际贸易部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，我们都会让老百姓感受到来自巧克力的喜悦。我叫杨世然，我是志同道合肥业虎贲君负责人，虎贲健儿一当十，虎贲健儿定当竭诚为你服务。我叫龚丽华，来自山东寿光，目前就职于志同道合肥业虎贲君团队，我们一直秉承的服务宗旨是客户的满意我们的追求，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做到。
我叫张洋洋，我来自辽宁省本溪市，目前就职于山东省志同道合肥业古奔金团队。我一直觉得用心做好细节，以成赢的信赖，相信我一定可以做到。我叫吕斌，我来自山东青州，我现就职于志同道合市场部。品牌是一种信仰，巧克力品牌无小事，将工作落到实处，注重细节，为巧克力品牌世界五百强而奋斗。我叫陈亮，来自于山东寿光，现就职于志同道合肥业市场部。做品牌需要有创意，创新赢得未来，巧克力加油。我的名字叫李伟鹏，我来自山东寿光，我就职于志同道合市场部。我相信细节决定成败，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精进，更加努力。我叫李凤梅，来自山东寿光，现就职于志同道合后勤部工作。今后我会不断学习，不断提升自己，为大家做更好的后勤服务工作。我叫陈丽丽，来自山东寿光，现在就职于志同道合肥业后勤部。我们会全力配合好市场一线人员的工作，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为您而服务的。我是张小娟，来自于山东寿光，现在就职于志同道合后勤部。我们会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，让您放心的使用巧克力。我叫王金童，工作在巧克力生产基地，我将带领我的团队打造世界一流工厂，生产世界一流产品，巧克力狼队必胜。我叫王艳娟，就职于寿光志同道合肥业质检部。因为巧克力品质至关重要，我们全力为巧克力保驾护航，使大家放心使用，巧克力狼队必胜。我叫陈林，我的工作岗位是在那个志同道合肥业发厂工作，我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那个包括养母的那个米的发派，志同道合狼队加油。我叫张胜如，在巧克力工厂上班，感到很荣幸，我一定努力工作，巧克力狼队加油。我叫杨春燕，现职于寿光市志同道合工厂物流部，我的职责是把一切订单安全、高效、及时、准确到客户手中。巧克力战狼队加油！加油！我叫孙来燕，优秀的工厂党员，在巧克力工厂上班，保护企业安全是我的职责，巧克力狼队加油！志同道合肥业开辟了肥料行业的新品类，颗粒水溶肥巧克力。巧克力也被同行称之为颗粒水溶肥的第一人，而服务颗粒水溶肥巧克力的团队也被同行称之为巧克力的狼之队。我们巧克力的狼之队不光有狼性的文化，我们还有狼性的精神。巧克力的狼之队不是在前进地头，就是在去前进地头的路上。我们遵循撸起袖子加油干，挽起裤脚田里见，巧克力狼队必胜。我是志同道合肥业孙荣健。核心使命是